影片是由夜神模拟器赞助播出，专辑菲尼克打野，我是布布恰恰。各位，这是我玩菲尼克玩过最爽的一场，各种极限逃脱一次秀给你看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是，在我经过调整之后呢，轻轻松松单排五连胜的菲尼克出装。在出装方面，一样是使用之前的破甲寒冰袍出装，但是在奥义的部分上，紫色的部分我使用了庇佑。各位，庇佑真的会一换换上瘾。红色崛起的部分可以让你在前期打野争夺魔龙古龙任何物件的时候，以一个最快的打野姿态清掉物件。庇佑这个东西可不得了了，各位。为什么会换庇佑呢？因为最近老是遇到非常多高爆发力的打野，那就是蝙蝠侠、莫拉这一类的恶心英雄。有时候跟纳克罗斯又要正面对抗，那如果你可能装个精灵或是夺萃，老实说你绝对打不赢。那我把这个奥义换成庇佑之后呢，在四等跟蝙蝠侠面对面冲突之后呢，被他撞了一套，你还会有残血。好，队友先没血，我先来救援他一下。哇，这个好尴尬，两个都没有血，飞贼印记丢了一层之后，龙马应该还不会死，没有关系，这时候我要跟蝙蝠侠来个正面冲突了，来了红蓝 buff。对面的蝙蝠侠似乎还没有四等，我就来用狐狸尾巴吊他一下好了，哈哈，轻轻松松开了一个狐狸甩尾之后，吕布再帮我补一个神龙摆尾，我觉得超级帅。刚刚的龙马运气真的超级好，这样都能被他逃掉。在四等可以看到我这个血量，我就算刚刚被蝙蝠侠四等大绝招打一套，因为我中间的部分使用了庇佑的部分，所以其实我还是不会死，会剩残血。四等跟莫拉正面对决的时候，就算被他扣到防，你换庇佑的时候试试看，真的非常好用。因为菲尼克是射手打野，最不利的地方是前期你可能需要跟很多战士去硬碰硬。假如你们下路又是射手的话，双射手会非常不利。哦，蝙蝠侠的邪恶眼睛丢歪喽，轻轻松松没问题。蝙蝠侠瞬间被我们逼退之后，把这个红 buff 给拿下来。其实装备调整的部分也没有差多少，你看这个特安娜是非常早死。好了，贝哥的定到之后，步步下下飞贼印记已经上到很多层，你绝对是跑不掉。往前翻滚，有庇佑就要拿出你的勇气，就跟梁静茹唱勇气一样，轻轻松松。这场真的太爽了，各位，如果你很喜欢玩菲尼克的话，试试看在这个版本里试着把紫色的奥义换成庇佑，因为现在的英雄，每只英雄几乎都有控制技能，还有现在凡恩射手出场率真的太高，不论是在排位一般场，出场率是现在最高的英雄。凡恩被蝙蝠侠盯上之后，布布侠丢了一个大绝招，顺利的把蝙蝠侠又拿下了。这个蝙蝠侠蛮强的，技能几乎都丢歪。好，那中间你用庇佑之后，其实也没有牺牲很多东西，因为庇佑呢会增加你的回血量。前期其实你的夺萃也吸不到多少血，尤其是你被对方英雄追着打的时候，而且庇佑又会增加移动速度，真的超级强的。拿掉这个红 buff 之后，快逃哦！为什么中路是两个小丑之间的对决，而且他们造型还选一模一样？没有关系，这个时候继续使用菲尼克连连看。在新版本的部分，菲尼克还是非常重视资源。那我觉得菲尼克在新版有个跟的别的英雄非常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在新版，各位知道十分钟以后的古龙，你击杀他以后，你会有个 debuff， 或是你击杀凯撒之后，你击杀古龙的话，降低凯撒输出 50%， 你击败凯撒的话，降低古龙哦，降低魔龙 50% 的输出。每次都口误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可能有一些物件认知障碍症，再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好吧？那我们在这边先来蹲一下，哇，这里我可能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险！现在菲尼克的菲尼克反滚多了一个无敌的僵直时间。鞋子的部分我还是推荐大家，除非你对上悟空打野，不然就算对上莫拉，现在我还是都出圣骑士战靴。这个韧性真的太重要了。前面你看到精彩画面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那个韧性的话，我已经被蝙蝠侠给抓掉了。有时候菲尼克好玩的地方就在这边，就是丢了一个大绝招，上个飞的印记往后滚之后，敌人就死在你的爆炸之下。这个时候布布恰恰丢了一个飞贼印记，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会被控制住，不过没有我、哦、对面的特安娜是射大绝，射的非常准。蝙蝠侠抓我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血量
好，还是被抓掉了，不过至少我多撑了至少一秒钟吧，各位。哇，这个蝙蝠侠各种人体炸弹，他根本就是中东阿拉伯自杀炸弹客。哦，这里非常精彩，各位。优步步恰恰带来第一手的解说，吕布开了大绝招之后跟龙马单挑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单挑，没想到缪加爵介入，哎呀，就这样被抓掉，吕布真的超级衰的。没有关系，不要责怪他，这时候我们继续进行游戏，游戏7-6，我们还可以获胜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掌握我们地图的物件吧，这只青蛙超级可爱，它每次出生的时候都是上面那个幼苗会先出来。如果你有在注意地图物件的话，其实各个野怪重生的动画都做得非常用心。哦，对了，布布恰在这边，哇，丢了一个大绝招，还是救不了小丑啊。那在这边先制造一点伤害给蝙蝠侠，一点点压力。刚刚的问题是呢，今天早上做梦一醒来，不知道脑海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暑假作业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过。暑假作业的题目是写作文，然后老师会问你说，你未来想要做的职业是什么？那我在下面的连结处也有贴我的这个问题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你未来想要做的职业是，跟我分享一下，我会给你爱心。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，这一场打得蛮没压力，就可以边聊天边解说。布布恰恰一开始写的是我要当室内设计师，因为布布恰恰家里是做装修的，所以那时候就说天哪，那是国小我就已经在想未来了，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去考相关的东西，考相关的东西，结果呵呵，最后还不是做了 YouTuber。虽然室内设计学的东西对未来，就是你可能搬家或这些量尺寸还是有一点点帮助，可是有时候你想做的事情，真的有时候在想说，我国小写的这个题目，那时候还没有 YouTuber 这个职业，那时候什么 YouTube 什么职业都没有，那时候我们还在小小番薯藤和奇摩家族，各位一定还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奇摩家族，那时候很多很好笑的东西，各种病毒都在那个小家族里面下载，电脑中毒的不要不要的，好吧，那如果可能现在有很多人也在面临这个题目，可能你作文说不定刚好老师就出这个题目，你未来想要做什么职业，欢迎在下面的布布恰恰的留言处跟我分享哦，所有的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你，应该会有很多很有趣的，因为最近看新闻我听说现在学生们的未来梦想职业是 YouTuber， 真的非常有趣，算是一个新媒体的行业。老实说，做 YouTube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轻松，大概每天就要想一堆很特别的题材跟大家分享。如果呢，你只要一天懒惰，你就会没有工作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算是一个自制力非常强的工作。好吧，这时候继续使用菲尼克连连看，蝙蝠侠又想上我们的小丑，不过感觉他似乎有一点点的 lag。为什么的飞贼一击爆炸之后，对蝙蝠侠好像没有造成什么伤害？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吕哥哥也冲上路下来喽。哇，这是一个超级约会耶。这个时候布布恰恰丢了一个飞贼印记，我觉得是可以轻松的拿双杀。这时候布布恰恰已经大杀特杀了。灵魂鸟我觉得在新的地图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，它可以替你看视野，尤其是看对面的野区去预判对面到底现在打到哪一个 buff 去了。这个特兰纳斯金架系没更小欸，想跟我单挑，没更小就是不要脸的意思，我相信很多人听不懂台语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强制继续拆塔，轮盘不见真的非常烦，非常的烦啊。轮盘跟那个指针英雄有时候两个都非常要用，不知道为什么只能选其中一个，那布布恰当然选择指针英雄，这有时候你在草丛里会战的时候，对方突然多一只两只，那突然显示会让你知道对面的走位。哦，蝙蝠侠一个大绝招跳了上来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庇佑奥义的重要性，就真的差一滴滴。如果我现在中间是使用夺萃，或是使用精灵的话，我可能就死翘翘了。当然，你对你的菲尼克走位非常有信心的话呢，你也可以使用精灵。精灵目前我还是觉得最好用，可是目前高爆发力的刺客真的是太多了，哇，真的一被控制你就可以准备上西天了。这套奥义拿来对付莫拉也非常好用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下。好了，在这边打凯撒呢，我们就继续持续输出，占一个最远位的位置，凯撒会对你上一层减免伤害的 buff。你只要站到一个很完美的射程，有队友扛的话，当然是可以完美的吃掉凯撒。当然，吃掉凯撒之后，假如魔龙也进化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吃，因为不用怕。就算降低伤害，菲尼克吃龙的
速度依然是非常的优秀哦。对了对了，听说台湾目前都在淹水当中，天佑台湾了、啊！我看新闻还有说什么，台南都已经淹大水，淹到膝盖了。蝙蝠侠又丢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大绝招，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害到凡恩了。现在的艾瑞超可怜，因为凡恩崛起，凡恩是一个可以把艾瑞打的不要不要，打到他脸都整形成谁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召唤天空龙持续的推塔吧，这时候我们已经赢了，对面应该是没有还击的能力。这一场打的真的超级爽，各种极限闪躲，各种秀，就在这一场天空龙持续的喷喷喷之后，我们就来打对面的珠宝咯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寒冰袍是菲尼克的专武，要说寒冰斧是凡恩的专武，寒冰法袍就是菲尼克的专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这个奥义有用的话，也欢迎分享给你喜欢玩菲尼克的朋友。这一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一场菲尼克赢了之后，步步恰恰的菲尼克胜率回到了70%，而且这是我第700场的菲尼克，轻轻松松的5连胜，而且都是使用这套奥义，打爆了很多莫拉、蝙蝠侠，还有一堆高爆发力的刺客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喜欢与订阅，转进菲尼克的步步恰恰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